摆他两只枪兵 VS 一只枪兵，拉一下。哦，那到底想怎样？<笑>到底想怎样？哈<笑>，死内现在你很爽哦。为什么？他觉得我闹了你这么多东西，我应该可以赢了吧？哈哈，他现在已经这样想。 这张躲很远了，要是这张躲是什么雅琪龙哦，舅舅可能就很难挡。哎呀，女妖要来喽！为什么舅舅在出死神啊？舅舅大哥，为什么要出死神？哦，两个 VS。 看起来他是想要拼一枪了，拼一枪，哈哈哈哈哈！放下两个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就是要双鞭子出女妖啊，不然他不会这样出的。哦，他出死神术的侦查，啊，他明明就有两个新鬼，为什么他不用扫描嘞？扫描比较赚吗？会比较没那么亏吗？可是死神是50-50哎。可是你这样以时间性来讲。 比较快，对啊，而且你其实你双开你让飞发雷达在看人家在干嘛是很合理的啊。而且你那个哦，我舅舅看到他出女妖，所以先出了两台，哎，这个，嘣，哇，啊，好痛啊！ 已经要立大功了。我就输了。为什么我觉得舅舅要赢了？对啊，舅舅应该是要赢。开玩笑，我们队内打随机杯没有赢得了舅舅。真的假的？当然那是在那个时间还没来之前。<笑>时间来之后不一定了。 哦，你的画面就在睡觉了，没办法，困了。有只巨型蚂蚁哦，爬到我桌上，那我捏了两下，它还死不了。那你用舔的、啊。哦，这个农民，哎，<咳>现在怎样？2-1了吗？没有吧？啊，这场赢了就2-1啊！哦，对啊，这场不管谁赢都2-1啊，在靠腰。<笑> 干怎么会这样？干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<笑>你不是要赢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<笑>你应该知道赢的吧？怎么看都是你要赢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<笑>怎么会这样子？哈哈哈哈哈！掰啦！掰啦！掰啦！洗洗睡啊！哦，这个女妖会不会立大功呢？ 应该是不会哦。现在叫人家赶快出维京战机哦，不然就换他被会被洗劫一空了。 作弊是？作弊的呀、啊。作弊。好。嘣。啊，
哎呀，我们的教练要输了。哦，怎么那么难呢、啊、？PPT， 选图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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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练，选图吧。我在模仿那个十年哦。选图吧，选图吧，十年。哦，哎，不对，选图吧，啾啾。来来来来，练进来了。Yes. Go.烟锁。他们偷看、啊、没有？哦，我是公正裁判了、啊。终于有一场，觉得这一场，但这一场我觉得难讲，这一场真的难讲，说谁会赢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跟你跟画面了、啊？哦，我跟你画面了，好啊，跟了。我当然是说跟你的画面啊，跟你的啊，你不是说我是不是该跟画面了？这我说这场该你带画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厕所好吗？这样的、哦，等一下我要上厕所，我憋好久、哦。还有这样的、哦，你知道我刚为了跟你画面都没有去上厕所。好，我来看啊、哦，其实十年的。我想我只要一跟画面，我就很想讲啊！我自己跟画面的话，我就很想讲，这样他们就听到了。反正你跟你知道我讲我的苦心吗？你懂不懂我的苦心？你跟我讲啊！好，那我先去上厕所，给我一根烟的时间好吗？不好。哎呀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！看来十年还是会怕哦，他不应该拿去侦查。十年这场应该还是单兵，个人都不侦查，开矿。为什么要侦查？那你怎么都不侦查？你偷看？啊？有啊。哦，这就是单瓦开哦。哦，他这是。还要使出二孔一追前压，为什么你要加速 PG？ 啊！你管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加速 PG？ 哎、欸，哇、欸！哎、哦、，What happened？ 哦，九九卡人口。就犯下一个重大失误，他卡了人口，他居然卡了人口，那这样就不能用两，他这样就不能二空一追前压，他这样只能一空一追哦，那什么都赚不到。虽然说十年也不是先放二空的开局。九九是打得很稳哦，一空一追妈妈球，然后才要开矿。哎，他先放瓦斯场，他再不放水晶塔的话，他又要卡人口了。他要不要放水晶塔呢？放下来 VC， 难道他要打引刀吗？
难道说他要打引刀吗？还是说他可能打一个从这个地方哦跳上去了，省这一波？看，他就是忘记补这个东西，按卡两次人口了，不愧是灰的教练哦，非常在行哦卡人口这件事情。哦，我脚有点猛啊！右门，我要带画面 是？对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接下来你跟我画面就好，放心的交给我。啊，但是你要负责讲话。啊，九九这边非常的赚啊，非常非常的赚。啊，这个太激烈了。啊，这个球要进入无敌的状态了。哎，九九后面提的是闪追哦。你知道他刚连续卡了两次人口吗？九九啊，他18、18都卡了一次，然后是然后26、26都卡了一次。没啦，神族暴晕比较猛，很容易卡。你知道我刚刚说，真不愧是灰的教练哦。靠背。他的枪兵为什么要一直去送呢？他可能太小看那个妈妈球了。你看又来一次，知道三寨四次才打了。哦，他知道几级而起来，他三寨四次才打赢啊？要几次打赢？三次打赢呢？哦，我觉得十年等一下就要输了吗？未必，看有没有感觉，看有没有感觉。你讲出来他就有感觉啦，他们就听不到你讲什么。可是 你一讲他就知道了啊。哦，就是在前线放了一个机械制造厂哦。其实不用啊，有这个我也觉得不用啊，有那个就好了。而且刚刚那个我跟你讲，而且刚刚那个球对不对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接下来你要讲你来讲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就可以从那边跳上去啊。所以他应该知道，他刚一开始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想到这样打，他应该知道。你不觉得我杀这个画面，应该会让他不需要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应该是这样，没错，没错。可是，我觉得不一定哎。啊？就是有多少兵啊？看一下嘛。我觉得不一定哎，这个兵量。哦，他在做这个。哎呦。哦。哦。Nice！ 我觉得我优势很大哦，不是我打，我觉得我优势很大。靠北，点那个吗？啊！好像不会死。我靠，神一般的操作，不愧是台湾前三闪追男人。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当初舅舅不玩神族吗？因为他闪着太强了。对，他怕太多人爱上他。哦，实在太强，太猛了。为什么十年不把那补给人降下来啊？他不觉得很卡吗？他为什么不把？你知道人类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他的那个科技实验室绝对不会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因为这个在这个位置超容易悲剧的。你看他如果今天他的那个 B 这个医生是在里面的话，刚刚那个打针可能就不会掉，就已经好了，对吧？不然就是里面还会有科技实验室啊。哦，看来我们要进入赛末点了，没错，1:2，太紧张了。到底谁会做那十架滚轮呢？到底谁会在最后一场时机到重组呢？究竟是？十年会再做十下滚轮，还是十年帮教练做完那十下滚轮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哇，这个教练，哎呀，哦，干这闪追实在太神了，你知道吗？哦 ，nice， 这招死了。哦，这闪追真的，哇，干各种风骚，哇塞，哇，太强了，这闪追，哇，怎么那么强啊？